Hello, testing. 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很高兴哦，我们又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好不好，我们先站立，我们先来朗读诗篇150篇1到6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是的，凡有气息的我们都要赞美耶和华。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赞美耶和华。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是的，让我们以轻松的心情来唱这首诗歌，因为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赞美的。我们可以拍手，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苍赞美他，都要来赞美他，因为我们的神是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他就是我们的盼望。让我们继续以这首诗歌来敬拜。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你若有心心想结采种子，他就要为你拯救大事。祝你眼里没有难题，他说有就有，命里就你只要尊父和将心，天上的父神，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过去的带领。虽然我们不知道明日我们将如何，但是神，你就是那一位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都有你的同在。我们只管要相信，我们要顺服神，你必然带领我们安然的度过，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虽然过去两年呢，我们都是在疫情里面度过，政治、经济、水灾等等的课题都让我们的心情很沉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2022年，他要造一个全新的你，阿们。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全新的你》。你说雨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新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主能够将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耶稣爱你，耶稣爱你。
是的，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因为耶稣要造全新的你。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将一切坐。圣经告诉我们呢，耶稣要造一个全新的你，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把以下时间交给传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在网上的在实体的，我都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愿大家平安开心好欢喜。我们又进入农历新年，又慢慢去面对我们多两个礼拜是什么日子啊，华人的农历新年啊。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市场上好像比往年没那么多气氛，其实气氛这件事是各人自己的态度。如果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我们相信神是仍然要恩待怜悯我们，我们都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华人新年。所以祝福大家在华人新年当中
能够在你很多的亲朋戚友仔女去一起呢度过这个、平平安安幸福喜乐的新年。所以我们先来低头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我们又过一年就要面对这个将来的新春、农历新年的日子的气氛里面，我们感恩，因为人神无论日子如何，你仍然保守了我们，你仍然你的应许没有落空，我们日子如何，你给我们的能力也如何，你不要叫我们担过于我们能够担的。主多谢你，因为我们在过年期间有你的保守，因为我们在过年期间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华美，在个过年期间我们亲朋戚友看到我们原来经过这两年的这个限制行动的这个日期里面，我们生命活得更加灿烂，像毛虫变成蝴蝶这样的灿烂。主多谢你，让我们可以见证你自己的名直到永远。我们以此祈祷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回来教会来了、有一个话题很头痛的，很头痛，甚至去到神乐演文老师这个话题都很头痛，很头痛。是什么呢？有些人说呢，我立志信了之后呢，一祈祷之后呢，我就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有些人说不是啊，如果你不小心，你不好一点，你不谨慎，你不追求，哇，你的救恩要丧失，哇，又不是啊，晓原来前面日子你不小心的话，晓跌落个窿啊，不小心就又不见了。究竟哪个说的对呢？我思考了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我们今天仍然是讲的基督角度，你是这个话题的，我们用马太福音来讲。我们知道基督角度是神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进入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这句话对正话讲的话题是有什么关联呢？首先我们很清楚要看到神要把我们从罪恶，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圣经所讲的罪恶，我是大意来讲，不会、用神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其实罪在他的意思里面是不完整或者不能够发挥他的作用。罪在圣经里面、不是我们华人想的那种罪、其实圣经讲的罪就是这个人他发挥不到人应该有的功能，就是一个人做仔不似个仔，我们中文好像、做什么人不似人，鬼不似鬼，你看好，原来罪这个意思就是不似样，不似什么样呢？因为在罗马书来说，保罗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就是说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做男做女做人，也就是说罪是什么意思？就不似样，没了神那只样，没了神那种形象、就叫做不似样、就罪就是这个意思。恶是什么？原来上帝看一切犯了一切道之人不能够接受永生的事叫做恶、慢点看、我没骗你啊，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咬一下我，反驳一下我，勤力地读圣经，找出一个经文，不是这样的意思、其实上帝对恶的看法就是一切拦了人得永生的事都在这里恶。所以你发觉到真言在说智慧，你要得智慧，你有属天的智慧，你要追求神的智慧，你要敬畏神。为什么呢？因为敬畏神要带来永生，敬畏神要有聪明智慧，要得怎样进入永生。所以一切拦了人得到永生的夜事物，神看的都是恶。所以神要把我们在不能够成为神的形象，不能够得到永生的夜救出来，进入神的同在地方。也就是说基督的角度是不容许一切让人失去了神的形象，不容许一切拦了人得永生的东西存在。所以正如一首经文说，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如果一个人真是
有一种生命，去立志信咗耶稣，圣灵进入当中，神有一种生命进入当中，佢一定喺人生嘅追求入边，佢系渐渐系有神嘅形象，同埋渐渐系唔中意一切导致佢失去永生嘅嘢。咁样你讲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应该系真噶咯。但系系咪每个口里讲嘅都系真嘅咧？就产生咗一个好矛盾嘅嘢。所以上帝明白我哋人嘅智慧有限，悟性有限。其实呢度演变，令成一个新嘅生命嘅演变，好似咩？好似一个毛虫变咗个蝴蝶，毛虫一个样啊，蝴蝶一个样啊。咁样蝴蝶系咪毛虫变出嚟啊？系。蝴蝶生嘅 BB 系咪毛虫啊？系。毛虫食咩啊？毛虫食嗰啲树叶，食蔬菜啊。但系蝴蝶唔再食叶噶，蝴蝶食咩啊？食花蜜。原来有人在基督里，人接受了这个生命，他就好像毛虫变成蝴蝶，蝴蝶变不回毛虫，毛虫又不是蝴蝶，他未变蝴蝶，他将会变蝴蝶的，他不是。但如果毛虫死了之后，未变蝴蝶之前死了，他永远都是毛虫，不是蝴蝶。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对的，但如果你变了蝴蝶的话，但是在很多保育者，保罗先算，保罗有一个很担忧的地方，担忧什么呢？你说我们好像婴孩，按照日子你可以做师傅，可以做老师的，但是你们仍然似个婴孩，似个 baby。 我就大胆的来假设一样东西，就是大胆的假设，就是好像比如什么，我们知道婴孩他未识行路之前是怎样的，是爬的，对吗？你试下，大家想下咯。你有一个细佬哥，哇！如果佢啱啱学爬，你开唔开心？哦，我仔识爬啦，我识爬啦，开唔开心啊？开心。如果你仔今年30岁，佢仍然爬喎，你担唔担心？担心。当一个人成长到一个程度嘅时候，就将嗰位啲幼稚嘅嘢就脱去。保罗讲咩？保罗讲我哋。在基督里成为新人，渐渐将旧人的模式退去，有一个新的形象，活出神的形象，活出那种追求永生的那种态度。所以天父都一样，上帝都一样，哇，给了这么多资源你，哇，你同一路爬，哇，你都大家都笑，吓都吓死你，我仔今年30岁，未学会走路，你担唔担心啊？所以我哋明白做咩有啲人讲要失去，因为另一个角度嚟讲，如果一个毛虫唔要变蝴蝶，嗰个系咪毛虫嚟啊？真噶，圣经对我嚟讲，有啲羊你睇个羊就唔系羊嚟啊，可能系披起羊毛嘅狼，狼啊点解变成羊啊？如果嗰个毛虫唔要变成蝴蝶，嗰啲系咪毛虫嚟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很混乱，因为恶者晓整我们很混乱，有些假的东西存在。因为马太福音里面拉尾的几章里面有跟他讲到，有真假信徒，有真假牧师，有真假先知，有很多真真假假的东西，但我们要分辨。所以今天是基督教徒，我们稍一讲，原来进入基督是有要求，进入角度是有要求，救恩是免费的，是真的，真的。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救恩就进入你入面。但是拿了救恩，拿了，你接受了救恩是有责任的，因为你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每个基督徒，他在领受了生命，他很努力，好像那个毛虫很努力的活着，活着忍耐等候追求，成为一个蝴蝶。当你变成蝴蝶的时候，你就安全了。所以我们来看看施洗约翰一开始讲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就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福音的开始。施洗约翰喝出了一个
很重要的口号，和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要结出果子，让我悔改的心相称。不是说的，师姐说的，不是说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是逃避不到上帝的愤怒。这个是马太福音所讲的福音。马太的福音是讲出一个信了耶稣之后，你要结出果子，而你悔改的心相称。那么这个结出果子，就是这个进入国度的要求。因为施洗约翰一路一开始讲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结出果子，而你悔改的心相称。 OK， 我们来看，以这样的角度来看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匙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斩下来掉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比他提辖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这个叫做西啊，罗西那个罗庚那个罗西啊，罗那个记得啊，我们以前要我爸妈要包果种之前要揀那些罗味啊，一个竹罗饼饼啊，这样罗啊罗啊西啊，那个那样东西啊，要正阳去的墙，把墨子放在仓里，扮炕啊，炕用不灭的火烧出来。炕是什么？炕就是那个壳啊，衣啊，那个米的衣啊，叫什么？叫糠啊，糠啊，我们叫糠啊，大家知道啊，那个就是那个米，那个就壳，那个就壳啊。我们筛了之后，我们筛一拣米的啦，那个壳啊掉出去的啊。OK。我们看到一开始这个经文讲，凡不结好果子的时候就斩下来掉在火里。大家小心，是要结果子，但不是什么果都爱上帝啊，难的不爱啊，好的其实爱。 OK， 如果一棵树，圣经成日用树来代表一个人，所以这里施洗约翰说什么？一个信了上帝，一个领受救恩的人，如果他结不出果子，这个经文有得意的。我们斩树是斩哪里？斩树碌啊！你看那些人放树，放那些做木材，斩树碌啊！上帝很得意的，上帝不是说斩树碌啊，因为树碌斩了之后，那个根同样啊，没多久要生回啊，要生回枝上来。但是上帝是斧头放在树根，什么意思啊？连根拔起，原来不懂打那个时，上帝真的将你连根拔起。虽然看到这件事很恐怖，但是这个讲了一个原则，我经常都说，我在教会很久，经常听你说，某些人就批评某个基督徒，说这个人怎样怎样，衰衰衰，但我不侵啊。你问我为什么你不侵？这个经文啊，啊，这个经文在斧头放的时间，因为上帝未接他走嘛。如果他很衰的，如果是不值得留在世上的，上帝就拿他走。他未死啊，他未死同样好东西啊。因为上帝说，如果他不好的，上帝不容忍不到他的，上帝连根拔起，他不在这里啊。所以我相信他同有些东西是值得我学的， OK？ 所以我不敢批评他， OK？ 这个经文跟我说，所以弟兄姊妹，学一个习惯，有一个的这样的态度，逢着这个人跟生勾勾，不要说他，他跟生勾勾在这里，不要说他，如果他走了，好像什么英年走势无啦啦的，可能你可以说一下，他一日未死，你不可以说他。基督教原来圣经的教导是鸡冠钉啦，冚咗棺材正讲啊！啊，喺未冚棺材你唔好讲啊，因为你唔知噶，系我嚟够睇嗰条一条盲饼啊，喺《诗事记》嗰条盲饼叫阿参信哥哥啊，咁啊呢条友啊，睇到女仔眼光光啊，做嘢又冇晒脑啊，哇！为咗啲嘢啊，放火烧人条村噶呢条友，我哋叫咩啲人？十恶不赦啊！其实神要用他，你不要说这条哥哥，这条参税哥哥到拉尾的时候他都做了一些事。希伯来斯拉尾叫什么？
在神入面大有信心，有時候你都話頭啊，呢條哥哥咁衰仔啊，所以後生好叻唔代表老嚟叻啊，後生正衰仔啊，唔代表以後唔叻仔啊，唔知我唔知道，你冚咗蓋正講 ，OK？ 聖經講佢叻啊，我又講佢叻啊，我敢邊度敢同上帝搏嘅啫，唔敢啊，係，所以我哋咁嘅態度啊。所以施洗可能我是用水施洗叫你们悔改，去用圣灵与火施洗，帮你们施洗，要洁净器的床麦子收在仓里，用糠秕用那个糠用灭不灭的火烧尽了。我们发觉到虽然讲了三样东西，但你发觉到三样东西同一样东西是一样，都提起一个字叫火。第一句是讲不结果的事斩了掉落火，你好像应对红色那个字、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前面讲是讲这些不结果的事要掉去火，冷气讲那些是什么火，那些火是秒熄的，不灭的嘛，秒熄的烧尽，即是说你渣都没有、okay? 中间来讲呢又提一个水啊，好得意。中间讲咧，衰嘅人俾火烧啊，系正常啦，咁衰仔俾火烧咯。但系又睇到一样嘢唔得，好奇怪嘅边度？好嘅人都俾火烧喎，系叫做圣灵而火施洗，又唔系俾火烧，好得意啊！我唔结果又俾火烧，结果又俾火烧，咁样呢个火同嗰个火有冇分别啊？我们再细看的时候，不结果掉去火里，水洗你是悔改，但圣灵以火洗是什么呢？突然间你说麦有麦粒，收到那些果收去仓当然对，可以做成麦嘛，糠就用火烧尽，因为那些糠是垃圾来嘛，牙位因为我烧了就不要那么牙位，不是一大堆糠垃圾放在那里很牙位的嘛，不要白佔土地咯，聖經是有這個意思的。所以我們明白做什麼好人都要結果的都要被火燒。那我們就看下另一個經文來解釋這個火。約翰使徒行傳第一章第五節，約翰是用水施洗，但被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那是接回正話的經文，使徒行傳說我今天用水給你洗，以後有一個人用圣灵而火帮你洗啊，圣灵而火的洗，然后叫做圣灵的洗。OK， 第八节就要解释啦。但圣灵降临在你哋身上，呢句话耶稣讲啊，你哋必得着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所以我哋喺呢个点嘅经文入边，我哋睇到一个进入基督嘅。基督角度的要求，第一点是要什么？要结果。但是你搞清楚啊，是什么人要结果？我觉得我们很多基督徒做得很糊里糊涂啊，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呢？是信耶稣的人要结果。怎么说呢？结出果子以悔改的心相称。哪个人悔改啊？悔改信耶稣的人嘛，所以结果是对信耶稣的人要求。但我发觉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很多基督徒去到那些非信徒家里，用基督教的要求人来的。你问问题好，我想问你，哪个经文支持你这样做啊？经文是讲基督徒要结果，圣经没讲非基督徒要结果啊！你不可以用圣经的要求去要求不信耶稣的人，除非他信了耶稣啊！所以结果是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不是对非基督徒的要求。所以大家请不要将基督教的标准套起你那些非基督徒亲戚朋友、同事身上，特別是什麼？特別在過年期間，你很多機會跟你親戚、朋友、同事聊天、聚餐，你沒有千萬不要將基督教的要求套在身上，為什麼你這樣的？
哦，點解你戴嗰啲繩嘅？支那繩啊，非基督徒嘛？哇，點解你戴個玉牌係觀音嚟嘅？非基督徒嘛？你明冇？人哋有咩問題啊？冇咩問題噶嘛？明冇？我哋成日都講得好霸道啊！嗰啲回教徒硬要將回教嘅教義套喺我哋身上，你都嚟發猛症啊！做咩理由將基督教嘅教義套喺人哋身上？記得啊！結果是對基督徒的要求，經過水而聖靈如火，其實這個字比較對，不是如火，是如火。因為使徒行傳來講，聖靈的洗不是兩樣東西，是一樣東西，不過這個洗好像火一樣、水洗是什麼呢？水洗是悔改。火洗是什麼呢？火洗是叫你得著能力做耶穌的見證，不是得著羊在那裡騷放這些，你看我多厲害，不是啊，不是這個啊，大家不要搞錯啊。第三是默修倉康消盡，基督徒每次每一日，我就要說提醒再提醒每一個基督徒弟兄姊妹，親愛弟兄姊妹，你每晚睡覺的時候你要想一件事而已，你究竟是木粒或者一隻糠？麦粒咩意思啊？麦粒埋喺土地，一粒种子若不死了，埋喺地上仍然一粒种子。亦即系话呢个麦粒死咗之后，要结出好多麦粒出嚟。我哋几时埋喺地上啊？即系话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死咗，你嘅人生就人生啊！你嘅人生不能够产生另外一个基督徒，结唔出麦粒，你就系糠，你明麦粒啊？如果你一日死咗，所以我好驚啊！我好驚我嘅追思禮拜啊！我驚我追思禮拜嘅時候，你一聽到哇嗰條友嘅追思禮拜，哇開香檳慶祝，好嘢！終於死咗條友嘅，就證明我係一個咩啊？我係糠，我係糠嚟啊！我糠嚟噶，我唔係麥粒嚟嘅喎。人哋為咗我嘅死，為咗我追思禮拜慶祝開香檳，所以我係基督徒。有冇價值就係人喺你追思禮拜，佢會為你流一滴眼淚；要人為你喊嘅，證明呢個人雖極都有限公司啦。梗有嘢值得，因為嗰啲人覺得佢死係一種損失，係一種遺憾，恨不得佢長命百歲，恨不得你早入去嗰啲就大話嘅，證明你係個麥粒，你唔係一個糠。因為麥粒要結出更加的麥粒，麥粒死了埋在土裏要結出果子，所以這些人要上天上。但是你不要像糠啊，糠是垃圾來的，恨不得消盡，恨不得開香檳慶祝，恨不得啊，恨不得你早去了，等了你很久了，真的怕。弟兄姊妹，每一晚其實每一晚每一年啊，成日講啦，成日有啲人講啊，我好無奈啊，因為我係基督徒，但係我屋企人同埋基督徒，所以連30萬仲喺度錯字，傻字佢哋，佢哋接財神啦，我接咩？我冇得接噶嘛，係啊。但係你走啊，鬧你不孝子孫咯，你冇。所以我每一年連30萬佢哋接財神，我就回想我一年入邊啦，究竟我係麥粒咯，就係嗰隻糠。我會被火燒呢？我變咗邊一堆火燒呢？我被聖靈嘅火燒呢？或者被嗰個不滅嘅火燒啦、我成日喺度諗啊，其實好好啊，我每年就諗一次啊，每年就諗一次啊。不過我好驚啦，我舊年就諗到好搞笑啊！我頭先諗到徐志摩嘅詩啊，係咪啊？徐志摩講啊：悄悄的我嚟了，正如我悄悄的來，飛一飛衣袖，沒有帶走一片雲彩。但是我想到这首诗的时候不是这样说、他说什么瘦瘦的我走了，正如我肥肥的来，哇，即是说什么，我前年就瘦一点，去年我过年的时候肥了很多，瘦瘦的走了，肥肥的回来，飞一飞衣就浸泡了那件衣服，哇，即是肥到那件衣服都穿不下够力了。大家好笑，好笑的时候你不要同好彩暂爆衫，但我同是麦粒，
阿麥粒肥好贊爆殼㗎嚇，好驚你連麥粒都冇唔係喎，麻煩啦。所以結果係乜嘢？因為結果好重要，結果就做咩啊？就影響到我哋可唔可以承受天國，可唔可以進入基督國度嘅好關鍵嘅問題。原來結果就係俾神用帶嚟嘅果效。我相信人係影響唔到人。喺我前半生做基督徒嘅生涯當中，我靠著我自己啊，成日唱靜心我就講我信自己，之後送到撲喺嗰度啊，信自己啊，嗱信多啲係死嚟嘅 ，OK。之後到我投降俾神用，我回應神呼召嘅時候，我睇到神用我嘅時候帶嚟嘅果效。所以一個人要結果就係佢係願意俾神用帶嚟嘅果效。我哋睇將啊下邊嘅經節入邊，我哋睇到馬又馬太福音啊，喺四章廿三節，耶穌走遍加利利，喺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嘅福音，醫治百姓各樣嘅病例。耶穌傳福音嘅時候，佢曉教我哋嘅教訓人入邊就鬧人啦，其實原文嘅教訓人係咩事？教導同訓練，大家聽到啊？好嚟講，我識成日教訓我仔啊，係咩？你有教同訓練咧？教訓嘅意思係教導同訓練啊！啊，唔好淨係講冇做個樣咩啊？咁樣就唔係訓練啦。全天國嘅福音醫治，睇下呢個字出現，醫治各樣嘅病症，同埋耶穌登山補選之後，就係耶穌嘅教導最高峰。你講咩啊？一開始就講你哋係世上嘅鹽，耶穌講啊。鹽如果不鹹是不是鹽來的？不是鹽來做什麼的？當時鹽是可以醃那些食物，不要阻止它爛，即是可以防止那些東西再惡化下去。所以當一個人被神用的時候，雖然他的地方那些人很壞，但因為你的出現你是鹽來的，你夠鹹啊，不是叫你這麼鹹啊，是因為你有耶穌的樣子，可以阻止個地方個人衰落去嘅喎，有冇呢個功能啊？參考弟兄姊妹，耶穌講：你哋係世上嘅光，因為有光嘅時候，有燈嘅時候，我哋就唔要喺黑暗裏。嗰啲人因著你知道佢哋啊做錯，唔要咁過分。咁樣你有冇光？你發到？我哋可以變成鹽，可以變成光，係因為神用你啊嘛。所以結果。一個非常關鍵的事就是你給不給神用而已，弟兄姊妹，你給不給神用而已，或者你想用神，好搞笑啊！在我觀察做基督徒觀察了幾十年之後，發覺到很多人想用神就不想給神用，好搞笑 啊自己想吧，不要問我。所以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其实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的条件，水洗是要悔改，原来洗礼是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悔改的人，不要只是后悔不改啊。很奇怪啊，很多人悔而不改，很后悔，后悔后悔当初讲错话，之后继续这样讲就死了，哎，正后悔一唔改喎，死而不改嘅，悔而不改，唔系啊！当你受弟兄姊妹，当你死嚟咗，你要谂，我系一个悔改嘅人，我以前后悔嘅嘢唔可以再做，嗰啲悔不当初嘅唔可以再做，啊！所以水是你嘅目的嗰、那个教嘢度，火洗系能力嚟啊，但系。什么人要给圣灵的洗啊？你都不爱给神用啊？我们不要做那些工人啊，那些工人只是想出粮，我要出粮，不爱做工，只是跟上帝说，哎，我的粮银呢？我的粮银呢？我的恩赐啊，我的恩膏啊，耶稣你偏心，给那个人这么多恩膏，这么多恩赐，我没有的，但不爱给神用啊。哦，不要搞这样的事，我搞这样的事，所以火洗是能力，是给那些愿意给神用的，正带出果子的。
结果的关键在哪里？有没有悔改的心？有没有等候所应许的能力，愿意被神用？不要成日在那里跟耶稣唱这首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看来看去没东西看。 OK， 好搞笑啊。我哋千祈唔好再落傻更更嗰度等千年嘅基督徒，冇咁样。等候祈祷，等候圣灵降落嚟。当时喺五旬节喺使徒行传入边，嗰120个人马上行出去。彼得一讲道，3000人信耶稣，4000人信耶稣。彼得同约翰去到未门，去到圣殿，金铜银我都冇，我奉拿撒勒耶稣，我叫你起来。坦的即行路，神迹奇事服侍根治你，这个正是结果子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麦粒是收仓，糠是要收烧尽，休用就用，冒用就糠是什么？糠是垃圾。上帝不要收一堆垃圾在家，我相信你都不要收垃圾在你间房啦，有冇人收垃圾病你间房啊？唔会啊，你听唔到好多垃圾啊？唔会噶、啊、上帝绝对唔会收垃圾喺屋企噶咯，上帝绝对唔会将垃圾放喺个角度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年年30万啊，你试下啦，你试下谂一个问题啊，你究竟系上帝可以用嘅用具，或者系一个咩啊？废物，你讲佢俾上帝用啊，或者系你不无可用。嗱，大家要记得啊，没有上帝不能用嘅人啊，即系话你几废都好，如果愿意交喺上帝手中，上帝都识用你啊。因为神系全能啊，神没有人上帝系用唔到啊。只有咩啊？只有不肯俾神用嘅人就有啊嘅。记得连30万。自己想想你愿不愿意啫？好像、啊、结婚的时候那个牧师问你，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娶她，你愿不愿意、啊、无论什么环境什么时候你愿不愿意、啊、这样的态度来问自己，你愿意吗？你愿意给神用吗？无论日子如何，无论贫穷和富有，无论你健康，无论你有病，你愿意吗？你愿意给神用啊？婚约跟上帝的约是一样 啊你愿不愿意啊？是那个态度 啊所以回应呼召是回应结婚的约是一样啊。所以要问啊，你愿不愿意啊？不要说你肥，不要说你瘦，不要说你有钱，不要说你没钱，不要说你有才华，不要说你蠢，不要说你叻，一点都不重要啊，重要是你愿意啊，你愿意给神用啊。所以原来决定了我是用具或者废物，决定了一个人会不会结果，或者结什么果，或者完全不结果，完全不关上帝的事啊！不要赖天又赖地啊，又怨天又怨地啊！啊，有个人怨到啊，唱首歌啊，好听，好红添啊！我问天，我问地，成日都咁样讲啊，怨天怨地喺度啊。其实一切都系你嘅选择，你要拣咩？听咗福音，爱唔爱做基督徒系个选择。做咗基督徒，圣灵感动你，爱唔爱俾神用，亦都系你的选择嚟啊。俾神用咗，半路跳车，又系个选择嚟啊。啊！面对千咩啊，上刀山啊，入火海都继续行，都是个选择嚟噶。临时退缩都是个选择。原来人生你结唔结果是你的选择，所以结唔到果冇赖啊，千祈冇赖。仲有机会噶，悔改咪得啦吓，唉后悔咗改咗先啦。所以进入基督角度的要求。是选择给神用的结果，所以你不要说神不给机会我们，给神都给很多机会。今天你还在这里、啊、所以不知道好彩和不好彩啊，弟兄姊妹，
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不知道好彩定不好彩啊，因为都是一个选择。你知道了这个的秘密，你知道了这个教导，你爱不爱选择给神用，结出果子和悔改的心相称啊，好挣扎啊，你自己打啊。第二，经过悔改直到圣灵加添能力改变，不是悔改一分钟而已，不是悔改三分钟，不是悔改一日，不是悔改一个礼拜，不是悔改一个月啊，日子不是我定啊，日子不是我定啊，永远都不知道，每个人不一样。你可不可以悔改坚持到圣灵加添能力让你改变？正如咩？正如嗰条毛毛虫食饱咗、够钟咗之后，佢咪透过丝卷自己一齐嘅，变成一个蛹啊？佢唔知噶，那个毛毛虫唔知几时先变蝴蝶，唔知噶。佢唔知变成嗰个蛹嘅时候，会唔会有一条细蚊仔好卡？咦，有咩噶？挤死你，挤死你，挤死你！佢就玩完噶咯，佢就玩完噶咯，唔知唔知唔知。但是毛虫要变成蝴蝶，旧的生命要变成新的生命，有一段忍耐期，有一段在基督内的忍耐期，好像那个蛹被基督从毛虫又被那些蚕那些丝包住，基督徒又被圣灵包住，继续忍耐，直到圣灵改变你，直到圣灵而火洗加添你的能力，产生改变。直到有些人很奇怪，有些人登有啊有啊真的，有些人这里信耶稣，那里又中，那里又有能力，那里转黑就是的，真的。这个人还在信堂，他提定在信堂，我带你信主、这个未信主之前经常骂我，这个死肥仔这么多事经常骂我，死肥仔叫我肥仔之后，但是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这么念，两个礼拜之后，顶我唔顺，够暗沉啊，饿死你，饿死你，即系会信耶稣。信耶稣去到喺信堂一个祈祷会，好搞笑。佢讲俾电摔窿咗，砰！之后哇，瞓咗三日咯，瞓唔系讲笑，瞓足三日三夜，咩事发生啊？一醒啊，成个人都变啊，哇，乜嘢都唔记得，之前好爱女啊。之后派女，任何弟兄啊，任何啲人啊，都系借女。我成日问佢，唔好咁样啦，系又借唔系又借，啲人借都唔还。佢答我一句，我都傻咗。佢讲耶稣感动我借俾佢，哇！佢念经冇得收啊，我都冇余算收。我都冇余算收。佢讲啊，同样啊呢、这个人。之后教会讲咗咩嘢奉献？哇，荷包啊，剩翻一角都挖出嚟噶！哇，傻啊，我都系傻啊，呢条友傻啊！但系我睇到样嘢更到我傻，咪佢傻咁。我睇到佢越俾而有，你听错啊？佢好穷噶，越俾而有，佢做冷气啊，一夹就甩嘅罗哩，越俾越奉献，越俾越祝福。啊、早三年前我叫他来看看教会的冷气的时候，已经有十架大罗哩，坐了 Mass 哩，离了婚，上帝祝福他一个新的老婆，大学生，很搞笑。但是我跟他说，他那个时间很短，两个礼拜而已，砰，睡了三天，醒了，整个人都变了。你没问我啊，怎么样他这么快的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十年都不变，等了你十年，说又是这样的款头。你不要问我，时间不是我说的，上帝去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你问上帝我答你不到。但是我说一个重点，你要等到你改变，你在基督里，你在圣灵里面，你要等到你改变。改变只是目的，不是说他要我等几耐，不知道这个问题没问我，我都不用答你，我自己都等了十八年，看看妹妹，有时我都很心酸的，我带他，耶稣有没有搞错，他两个礼拜我十八年，离谱啊，真的离谱啊，没得咬啊，这些东西
上帝的心意，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我真的答你不到。但是改变只是目的，如果上帝要你等三十年，你就等三十年咯。如果上帝要你等一世，有真的有些人等一世，因为为什么呢？他的天气正出现，喂死了，讲了一句话，耶稣我来了，哇感觉到那个能力，讲句话，耶稣我来了，天气啊大哥。但是我跟你说，围着他28个人亲朋戚友，他老豆都响，哇白头人送黑头人，死者24岁就一生有病，耶稣我来了，天气，哇圣灵好大恩膏。之后28个人全部飞机都逃，除了我的一个企路。之后哇耶稣好劲啊，他老豆讲啊，呢句话耶稣好劲，我哋成家人要信耶稣，耶稣劲啊，佢嘅恩膏系天气嗰一下啊，但系佢都得到啊，佢都得到啊，所以祝福大家，圣灵可以加添能力，让你改变，改变正系目的。唔好讲，唉，你叫我喺几耐？唔好讲呢样嘢，你要问你变咗未？你俾神用未？你结出果子而你悔改的心相称吗？不是的话，不是说什么阴功，不是的话就很阴功，废埋拎来什么，废埋拎来烧，没有人要收垃圾啊。你有得可以用，你给神用就有用，你不给神用就没有用，没有用的东西叫垃圾就烧的了。我才是阴功，我阴功。经文继续说，当下耶稣同加利利嚟到约旦河，见咗约翰受去嘅洗，约翰想要拦咗佢讲：我当受你嘅洗，你反到上我这路来。耶稣回答说：你且慢许我，因为我俩应当这样尽脂肪嘅义。于是约翰就许咗佢。呢段经文入边咧，我哋睇到耶稣到约翰那里去受洗，耶稣神嘅儿子。需唔需要啊？唔需要。点解咁样做？有原因啊！原因啊，突然间同你讲，我当受你死，你头反我，哇！施洗约翰吓死我，哇！你有冇搞错？耶稣，你唔好吓我啊！你啊，我应该受你死啊！你而家叫我帮你洗啊？耶稣讲咩？耶稣俾咗个理由，个理由叫做尽脂般嘅义。所以呢段经入边一个字，你解释得好清楚啊！咩叫做尽脂般嘅义？因为在上应受受下嘅洗，上面受下边嘅洗，高位嘅比低位嘅受洗，在下嘅梗系惊啦，话你大过我咁样搞啊！但系耶稣讲咗句好奇怪嘅话：尽脂般嘅义。脂般嘅义系咩啊？乜嘢系脂般嘅义？主耶稣基督都咁样啊，基督徒唔使跟啊。即系攞基督徒讲，哎呀，信就好啦，唔使洗啊，洗唔洗都冇相干噶啦。如果你可以洗，你最好洗啊。点解？耶稣都咁样啊，你唔使跟啊。耶稣都结出果子而悔改嘅心相称啊。其实耶稣用咩爱悔啊？爱咩又改啊？佢完美啊！神使乜改啊？但神都做个样俾你睇啊！啊，父母做父母啊，做领袖你要小心啊！冇叫个仔唔好咁样做，你自己咁样做啊！吓、啊，叫人哋唔系咁样做，你自己做晒啊！嘅救你啊！你慢慢发觉到马太福音耶稣成日闹咁样嘢噶啊！所以系一贯性啊，成个教义教导耶稣咩啊？我俾个样你睇，其实佢唔使啊！耶稣都咁样做啊，你唔使跟啊！我想着你有特权，你大过耶稣，你劲过耶稣，不要这样搞。原来脂般嘅义就是我们讲的和我们做的我一样，符合了所有圣经要的教导、啊、所以保罗说什么？凡事你都可做，不一定有益、啊、用这个字、啊、有着数，什么都可以做，不是每样东西有着数，就是说有些事做了就没着数。
就是什么？去回那个。上帝看什么恶？上帝看一切拦了你得到永生的东西叫恶。即是说有些事做了要拦了你得到永生啊。所以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啊，基督徒。啱好。圣经叫你做啊，你尽量做啦，对你有着数啊。因为耶稣都这样啊，难道你不样？你大过耶稣啊？转追边个义？选择俾神用，你都可以讲啊。你阿边个咁样？我翻嚟教会五年啫嘛，佢翻嚟教会二十年都咁样，佢逼根喎，佢得仲一个唔得啊？得，你中意啊，你开心好啦，但你小心啊，小心你上唔到去啊，小心你变成垃圾，你话小心。小心你成为废物吓，人哋废你唔一定跟人哋废啊，因为你个标准唔系佢，你要学习嘅对象都唔系我。我哋基督徒翻嚟教会要学嘅人叫做咩啊？只有一个老师叫做耶稣基督。我哋向住耶稣学，唔系向住人学。嗰啲人啊，包括我，俾你做咩 ？reference 参考嘅啫，俾你参考嘅啫啊！自己用个脑去谂下，我唔可以跟我嘅。咩应该跟，咩应该唔跟，用个脑去谂下，祈祷圣灵启示，边个应该跟，边个应该跟，唔系个个都要跟啊！因为你要明白，你所做嘅嘢要结出果子，系咩？系要得到永生嘅生命，要发挥，要活出上帝嘅形象，呢、这个正系标准啊！唔一定跟我吓。好似我食到咁肥啊，冇跟咁多啊，唔係幾好益處啊，好多病啊，肥啊，我都一直喺度悔改緊啊，所以悔改直到得到能力做神嘅見證。呢、这個耶穌講，耶穌喺升天之前吩咐佢嘅門徒喺耶穌那祈禱等所應許嘅聖靈。呢、这個聖靈從亞伯拉開始一路應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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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許。啊，点解咧？因为喺创世纪应该系十二章啊，上帝后悔，将佢嘅灵收翻，亦即系话呢个灵就由创世纪一路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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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使徒行传五旬节耶稣要升天，叫你哋再等就到噶啦，就到啦吓，正降落嚟啊，几千年嘅应许啊！几千年应承俾嘅嘢，所以我成日讲啊，呢、这个时代基督徒冇咁蠢啊！人哋有啲人等咗千年都等唔到啊！人哋真系左一千年，右一千年啊！你知唔知？几千年都未等到，地等到你唔爱喎，正系傻仔嚟啊！就讲冇咁傻，基督徒几千年嘅应许攞咗先，我成日讲啊！拎受圣灵嘅洗，攞咗先啊！攞咗就嚟讲冇嘢咁啊！攞咗先，好嘅咪留咯，唔好嘅你点知唔好？你又未攞过，你点知？追求悔改，直等到圣灵嘅洗得到能力，为耶稣做见证。追求吓、啊，我成日讲啊，因为我去拍拖唔得闲，耶稣。因为我要做工啊，唔得闲啊，耶稣。我要睇戏啊，耶稣。我睇新车啊，有人啊，啱啱又讲啊，因为我娶个老婆唔得闲啊，我买一条牛啊，要试啊，牛系车噶、啊、以前啊，哇，买咗一摊田啊，买咗间铺头啊，而家铺头啦，我买一间铺头我去睇咯，已经系利噶，要走嘅咩嗰啲嘢？傻啊，有几千年等到嘅嘢你唔爱，真系阴公。为神活直到天上，所以尽之般的义是选择给神用，结出果子和悔改的心相称，悔改等候直到圣灵的洗，有能力做神的见证，为神活着，得到了为神活着，直等到天上。所以这种人是不是一信了耶稣就永远得救呢？肯定是咯。但是如果你中间走的路不知道，圣经未讲，可能下一章有个，不过目前你看是你最好这样做，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其实很多时候你是神，你是完美，但为了人的缘故，为了我们有一个榜样，为了我们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为了我们没有理由，非是我们有找很多理由来拒绝不去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你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转尊卑的意结出果子，仍悔改的心相称。主啊，赦免我们过去的愚昧、顽固和硬颈，拿走我们这种硬颈的心，而我们谦卑，而我们愿意悔和愿意改，愿意领受圣灵，圣灵的洗充满了我们，得到能力就脱去一切旧人的一切的作为，一切拦阻我们得到圣灵的充满，一切拦阻我们亲近你，一切拦阻我们活出神的形象，活出基督的性情有份的东西。主啊，无论是人，无论是事，无论是物，无论是过去的一种后悔的东西，无论在我超前我心中的心结，主啊，求你都一一拿去。主啊，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让我们可以快跑跟随，让我们被你深深的吸引，紧随跟住你，紧紧的捉住你。求你不断的渴慕渴求圣灵的充满，不定在这段时间里面去追求圣灵的充满，用圣灵的能力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这个时代需要光，因为很多黑暗是遮住。主啊，这个时代需要盐，因为很多不好的事在发生。主啊，帮助我们，我们需要能力，我需要圣灵的充满和感动恩膏，活出基督的形象来见证耶稣的话语，吸引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我们虽然知道我们不配，但是凭着信心向你面前求，将我们的亲民戚友，将我们的教会，将我们的国家交在你手中，求你施恩和怜悯。我们此祈祷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聚会到这里，我们就平安散会，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愿耶稣祝福大家。